中医上认为，一个人的精气和生命活力旺不旺，那人的肾好不好，看看脸就知道了，一看一个准，赶紧自查一下症状。嘴唇颜色发黑发暗，脾虚肾不好的人多有湿气重的表现，因此嘴唇周围一圈容易发黑。症状二，鼻子脱皮，酒渣鼻。症状三，额头发汗。症状四，黑眼圈。为啥会肾虚？一，先天不足，如早产、父母的体质差等。四，久病伤肾，中医有句话叫五脏所伤，穷必及肾，意思就是生病久了，最终都会伤及肾脏，肾为人的根本所本，总是受伤，自然也就损及根本。五，年老体衰，这是生命的规律，很难改变，能改的也就是我们面对这种情况的心态了。肾虚了要尽早补，可是很多人不知该如何补，吃西药副作用的，中药效果较慢，若能搭配上食疗，那效果就大不一样了。鹌鹑蛋，鹌鹑蛋外形酷似鸟蛋，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，是补肾的好食蛋白质，是供应男性肾精的重要物质，因此常吃鹌鹑蛋可以增强男性性能力。黑木耳，现在研究表明，黑木耳胶体具有较强吸附力，能够清洁肠胃，还含有核酸、卵磷脂成分，具有健美、美容、延缓衰老之效。补肾食物三，中医一点记载，伤肾利肾脏而固精，久服黑发明目。清王孟英还说，伤肾滋肝肾，充血液，健步履，故肾虚之人，尤其是肾阴不足者，食之最宜。西医官方认证，西医研究发现，桑葚富含锰元素和锌元素，能强力促进性激素分泌，从根源上提高精子活性，让肾脏恢复动力，从而达到壮阳的效果。黄芪进贡圣品，泡酒做法，准备250克桑葚，仅 PG 沸卡 PGC-CARD-HREFPGC-CARD-HREF Havar Text Decoration Non-PC 两世星 PGC Card PGC Card PGC Cover PGC Content PGC-CONTENT-TITLE PGC-CONTENT-DDSC PGC-CONTENT-PRICE PGC-CARD-BOY PGC-BOY-TVXT Padding Top 10PX PGC-ICON-BOY Steady P